昆凌与周杰伦结婚后陆续生下三个孩子，生活重心也放在家庭上。今日他发文分享了这一年来的育儿心情，像是八岁大女儿个性又甜又酷，某次昆凌给女儿穿搭上的建议，认为跟着她的想法穿才会漂亮，然而女儿却直言自己漂亮不是给别人看的，而是给自己看的，让她觉得很惊喜，也对于女儿能说出这样的话感到很自豪。此外，六岁的儿子则是遗传了爸爸的爱耍帅，虽然平时看起来很高冷，但对姐姐妹妹总是很温柔有耐心。至于一岁的小女儿，学会翻身好像才是昨天的事情，但很快又学会了走路，说了第一句话让她感受到小孩成长的速度真的很快，也让她的生活充满惊喜。昆凌形容当妈妈就像闯关游戏，孩子的每个年龄段都是新的关卡，无论发生好的坏的事情，自己都会一直努力通关的。you